接下来要为各位送上的是另一场特别的舞狮表演，让我们有请冷颊红的 LED 舞龙为我们带来结合了传统与科技未来感的舞龙表演，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，让我们掌声再热烈一点。我们的舞龙就在后面，大家可以往后面看，要是看不见的我们也可以起来，然后一起往后面看看看我们的 LED 舞龙。